马华一带路中心与中国省市政府和海外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我们将通过企业一整流动中心，把海外参展的商业对接的机会带给全国各地的中小型企业，让企业走出国门，真正从一带路受惠。 那么今天呢，马华一带一路中心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的首次，有了我们世界上的第一部的企业一整流动中心，祝贺你们，也谢谢你们。我相信呢，这个流动中心一定会非常带来非常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所谓医者父母心，性灵天使亲，这充分也说明了马华公会。 马华公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根本的宗旨和担当，再次感谢马华公会。当马华提出要设立“一带一路”中心的时候，我要感谢大使馆，我们的大使王惠康大使阁下，是第一个给予我们全面的支持。我们谢谢大使馆。 随着介入下来，还有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我们要马来西亚人民参与，要他们参与的话，就必须要让他们了解，要让他们了解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把资讯下放，我们就必须要有方法，那么能够走到群众，让群众了解“一带一路”这个。